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山，一位立志于让大家学会调色的 UP 主。今天呢，应大家的要求来做一期山口杏树的人像调色教程。他本人呢，平时也拍摄一些街拍作品啊。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街拍色调的话呢，我也会继续做一期来分析一下他的色调。给人的第一感觉呢，就是画面清晰锐利，而皮肤非常的柔和，整体看上去非常有质感。这个我会在后面教给大家如何操作，通过我们的 Lightroom 就可以轻松完成。重点来分析一下这张图，影调上属于低长调，直方图的最左边没有像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代表画面中没有纯黑色哈。那观察暗部的偏色情况呢，我们就可以把直方图切换为颜色，最左边的颜色是红色，然后其次是黄色嘛，就证明这个红黄它们发光发的少，说明它们的互补色青蓝发光多，也就是暗部偏青蓝色。那 HSL 上面我们不去做过多的分析啊，整体是一个青橙色调的底子，只不过画面中没有青色哈，它的肤色呢偏一点橙色，绿色这边其实偏一点点青色，整体的这种颜色搭配还是很协调的。那在调整这个 HSL 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根据这个模仿图来调整就好了，不需要分析的特别详细。那大致的思路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那我们话不多说，请在看本期视频的同学把报到打在屏幕上，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调色教程。右边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调色的原图了。如果大家想要它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操作练习，同时想要本期预设的话呢，那就还是老规矩哈。我们现在直接就进入到修改图片面板当中。首先我们先处理影调，就是先调整大的方向，再去处理小细节。那大的方向肯定就是曝光度这边了，这是控制整体的嘛，对吧？我先把这张图提亮一点，原图有一点点的欠曝。然后现在我们画面有一点灰灰的感觉哈，我来把这个对比度略微提升一些，然后高光有点亮了，高光降低，然后这个阴影的细节可以略微恢复一些。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提升对比度的操作，接下来又降低高光提升阴影，其实大家不需要去死记我的参数哈。你看比如我这里对比度加了一个25，那大家其实你加15加10也是可以的，然后你这个高光就可以降低的少一些，阴影可以提升的少一些，它们之间有很多搭配哈，不需要跟我这个一模一样，只要让我们的画面哎，目前是这种感觉其实就 OK 了。然后这个黑色的位置，也就是画面当中最黑的这个区域，阴影控制的就是整个暗部啊，这个黑色大家可以理解为阴影中的阴影，那我把这个阴影中的阴影给它降低一点，这样我们的画面会更通透。你看比如我降低这么多，这个黑色的位置变得更黑了哈，就看着通透一些了。我这边降低到一个-25左右。那现在我们对影调进行了一个调整，等一下呢其实还会用曲线再去轻微的动一下。白平衡这边其实它是控制的颜色的这个大方向上的东西，所以这个色温色调我们可以先动一下，因为整体想要朝着那种青橙色调去走，所以我现在让画面啊，先让它往这个青蓝色这边略微来一些，蓝色加上一个绿色其实就等于说是一个青色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鲜艳度去提升，哪怕我们调整的是一个低饱和的图片，也不影响你把这边先提升起来，这样更能有助于我们发现画面中的色彩。那如果你想要做低饱和的感觉，我们可以在后面的 HSL 中去逐个的降低。这就是基本面板这边的一个调整了，给大家对比看一下，其实就是让画面更鲜艳更通透了，然后略微偏青色了一点。那接下来来到曲线，我们再把这个影调细调一下，前面分析过了，直方图最左边没有像素的哈，代表画面中没有纯黑，可是我们现在这张图它最左边有像素，那我们就把这个点往上提嘛，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不需要让它灰的特别多啊，我们还是根据那个模仿图的感觉来，如果它这边灰的位置是在这边，那我们就把这个往上提的多一些，对吧？但是它现在并没有灰的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个输出给到一个15-16的感觉就 OK 了，然后这个暗部的层次给它恢复一下。你看我们动完这个第二个锚点之后，整个阴影中间调还有这个高光它都是往下来的，把我们画面压暗了，所以我现在把这个中间调把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然后这个阴影这边我们再来动一个锚点给它调整一下看看，然后这个脸蛋这边就是脸部的高光位置我们再给它压暗一点点。好，这就是我们曲线的一个调整。其实曲线调整有两个目的，之前也经常给大家讲，第一个是让我们的暗部变灰，这样画面会更有氛围感，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来到我们的颜色分级这里，这个时候假如我们给暗部比如说加一个红色吧，我们把饱和度提升，那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暗部添加的这个红色其实它都已经浮现出来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做曲线这一步的话，它这个红色实际上是沉下去的，就没有这种浮出来的感觉。我把这个曲线关掉，你
你看现在红色是这种感觉的，而当我们做完了这个曲线让暗部变灰之后，它这个红色的位置就浮现出来了哈，这是曲线暗部做灰的第二个作用。那现在我把这个颜色分级重置来到我们的校准这边，其实在我频道里面调色我会经常的用到校准工具，因为校准这一栏啊，这个调整工具这一栏，它原本默认是在最底下的，其实我把它自定义了一下，放在了这个色调曲线的下面。就是我调色有一个原则，先去动全局再去动局部，因为这个校准它控制的就是全局，全局动完之后再来到 HSL 这边控制局部。如果我们动完了 HSL， 把色彩已经调成我们想要的感觉了，那这个校准如果你放在最后面的话，那还调整它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说我把这个校准这边给它调整一下。我们前面分析过它是一个青橙色调的底子，大家都知道用校准怎么调青橙色哈，就是右右左的一个调整嘛。这样的话我们画面就是一个青橙色了。那校准这个工具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色相很杂乱的一个画面，然后调出那种色彩很和谐的感觉哈。现在我们做了一个青橙色调的操作，等于我们的肤色还有这个植物的橙色以及什么黄色呀，这些颜色都向着橙色去靠拢了，而画面中的这些冷色调其实都略微偏向于一点青色。那我们要模仿的这个风格，它虽然是一个青橙色调的底子，但不是这种感觉哈。所以我们来细致的调整一下。首先饱和度这边我觉得是有点高的，这个肤色的饱和度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高了，对吧？我们把这个肤色的饱和度降低，然后这个黄色也就是这个绿植的这个颜色我们也给它略微降低一些，然后这个绿色我们前面分析过它是一个低饱和的青，所以我们把绿色的饱和先降低，浅绿色其实也会控制到这个绿植哈，我们也降低一点。那像这个蓝色其实控制的就是这个区域了，它后面不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个蓝色的饱和度也略微降低一点，不抢我们人物的风头。那紧接着来到色相这边，人物的肤色是应该偏橙的哈，我们来对比看一下，人物的肤色其实略微偏向于一点橙色，但是没有橙的那么厉害，而我们这个橙的就比较厉害了，所以我让它这个往黄色再略微来一点。然后这个模仿图的人物嘴唇啊是非常的红艳的，而我们做了一个青橙色调的调整，暖色都向橙色靠拢了，所以说现在嘴唇是橙色的，让它往这个左边来，你看往左来就是一个红色嘛，我们给到一个20就好了。然后这个黄色我们来看一下，黄色可以让它往右边略微来一些，这个绿色偏青色肯定是往右来的哈，如果你往左边去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绿色的感觉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让它往右来偏青一点，这个浅绿色也让它往这个青色这边来偏青一些。那继续就是我们的这个饱和度这边，这个嘴唇啊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饱和度，这个嘴唇看着鲜艳一点。现在我们调整这个 HSL， 你也不需要去追求一模一样哈，80-90%相似就可以了，因为最后你动完颜色分级给阴影加色调，中间调加色调，高光加色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肤色呀这种等等这些色彩。也就是说当我们动完颜色分级之后，可以把这个 HSL 再去轻微的调整一下。那像最后的这个明亮度这边，我们肯定要把肤色的这个明亮度呀给它提升一些，这个黄色我们给它降低一点。 OK， 这个就是我们 HSL 的一个调整。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画面看起来既清晰锐利然后皮肤又柔和的一个操作。我们先把这张图放大，来到我们的蒙版这边，我们先来做一个磨皮的操作吧，选中我们的画笔，然后把这个画笔轻微调大一些，涂抹我们的面部。其实这个磨皮就和美图秀秀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非常的柔和，但是会损失掉一些细节，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我为了不让我们这个皮肤看起来特别的奶油呢，我这里用一个减去工具，我来把我们人物的眼睛涂抹出来，让我们的人物的这个眼睛呢依然是清晰锐利的，然后包括鼻子的这个边缘这里依然是清晰锐利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皮肤的这个曝光度可以再略微提升一些，黑色色阶给它降低一点，等于就是又加了一点对比度，如果我降这个黑色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饱和度可以给它轻微降低一点，紧接着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操作了，我们来把这个纹理降低。首先我先放大一下吧，这样方便大家去观察。现在我们这个纹理默认是零哈，我把它降低到一个负一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皮肤，这个毛孔啊什么的看起来就更加的细腻更加柔和了，但是你降低到负一版的一个操作肯定就有点夸张了，我们降低到一个-15就好，轻微的修饰，这样可以保留一些自然感哈。然后这个清晰度同样也是如此，如果降低到一个负一版，皮肤变得非常的柔和，对吧？我降低到一个-30左右。那这个蒙版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个调整，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以前，这是现在。那紧接着我们来创建第二个蒙版，在模仿 Loose Class 那期色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眼神光的操作啊，
就非常有趣。那在这个图里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眼神光，把这个画笔再调小一些，这样我们人物的眼睛啊会看起来更加的有神，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技巧。然后我来把这个亮度提升一些，对比度略微增加一点，让这个眼睛这边看起来更加的清晰锐利。那这个白色色阶控制的其实也算是高光哈，你看我提亮之后它这个眼睛会变亮，我们给到一个20就好了。这个色温让它往右来，因为它本身这个眼神光就是暖色的，我们加强一下这个暖色，给大家看一下眼神光这一步的一个操作，稍微有神了一些，对吧？那我把这张图再稍微缩小一点，做一个让我们这张图看起来清晰锐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样的是用到我们的画笔蒙版，调大，让我们轻微的提升一些亮度。最关键的就是下面这个清晰度，我来把它增加一点。好了，那现在我把这个图缩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三个蒙版对我们的画面造成的一个影响。关掉，打开。其实人物皮肤提亮然后降饱和的这一步我觉得不做也可以哈，但是因为我们在模仿山口杏树的这个色调，所以我就这样去做了。让我们图片清晰的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来到细节这边，我们把这个锐化去提升。我先把这个图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哈，方便大家去观察。我把这个锐化去提升，你看我提升到一个150之后，我们这个照片看起来就非常的锐利了，但是我们皮肤这边是不是就看着非常的奇怪哈？那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先降低一点，增加到一个110左右，然后呢我们来提升一下这个蒙版。你看原图的话整个白色的区域都是被我们锐化影响的区域，现在为了不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皮肤，我们就提升蒙版。哎，慢慢的皮肤变黑色了，对吧？我们就提升到一个90左右。这个时候其实只针对我们画面中的这些边缘的位置进行了锐化，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意眼睛这个位置还有头发这个位置。我现在把锐化关掉打开，是不是就觉得比较清晰了一些啊？其实我们人眼看这种清晰的东西啊，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很舒服，就好比一张照片你没有对上焦，焦点稍微偏了一点点，你就会觉得有点别扭。那最后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来到颜色分级这里，现在我们的直放图最左边给大家放大，其实它没有明显的偏色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提升饱和度，哎，大家来看我们这个直放图最左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青色。直放图最左边是青色的话，代表这个青色发光少啊，所以说就是红色发光多，那我们就是在暗部加了红嘛，对不对？那我们让它直方图最左边是一个这个红黄，那你只需要给一个青蓝就可以了。现在是最左边是红黄哈。好，我一般习惯的是把这个混合调到100，然后平衡向右来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到高光这边，当你不知道给这个画面加什么颜色的时候呢，没有头绪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给一些饱和度，然后转动我们的色相，你看给哪个颜色比较舒服。那我这里给一个这种黄绿色的感觉，包括中间调这里啊，我们也可以轻微的给一点饱和度，然后看给一个什么颜色合适，让它的色彩层次呢更加的丰富一些。我觉得这边干脆就直接给一个红色好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肤色看起来更红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对比，左边是我们要模仿的图，右边是我们调整的图。我这里不敢说100%啊，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哈。那现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张图的一个前后对比，然后再去分析总结一下我们的调色思路。在我们基本面板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让这个白平衡偏轻的一个操作，然后提亮提对比度，让我们这个影调看起来通透，同时高光没有过曝，然后阴影的细节依然存在。那在我们的曲线这边，我把曲线给大家打开，其实曲线没有怎么驱动啊，这个中间调阴影高光基本上还算是一条直线，只是让暗部变灰了。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啊，如果关掉的话，我们这个照片的这个氛围就消失掉了。然后校准这里做了一个青橙色调的调整，但这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所以我用 SSL 又细微调整了一下。那非常重要的一步还有我们的这个蒙版工具啊，做了三个蒙版，对吧？让我们这个眼神光看起来更有神了，同时提升了一些头发眼睛的这些锐度，然后做了一个磨皮的操作。那最后就是在颜色分级这边为画面添上了这种青蓝色的氛围，紧接着用我们的细节工具让这张照片看起来更加的锐利了。相信大家应该是能够听懂我的讲解的哈。好，那我们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能够让你有一点点的收获的话呢，你可以给我一个三连加关注，你的支持才是我不断输出干货的动力。好了，那我是青山，我们下期再见。